这几个弱不禁风的家伙就是纳格兰的煞星吗？他们看起来就像伊莱格的便便一样。打完这一场，他们就会变成一坨屎了。哈哈哈！今天的竞赛是为了向伟大的魔法之王致敬，我们一定会看到他从事始风之战，赢得胜利，痛宰那些兽人的场面。 我希望这群废物死掉的味道比活着好一点。等会儿帮挑战者验血做个检查吧，索克达。等他们的血洒满整个竞技场以后，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天将啊，扮演我们大王的勇士要上场了。 欢迎我们的天锤暗影，竞技场去吧，沃格尔！挥洒热血，效忠天锤的时候到了，血攻之战现在开始。这群弱者打败了沃格尔，这么弱小的人怎么打得过强大的沃格尔？ 够了，我来让这些弱者看看，真正的勇士有什么能耐。魔法之王，来这里，大王只会来看传奇的精彩战斗。你让我们倍感荣幸，卡加斯，很高兴又能看到你在竞技场大展雄风。即使你已经嘿嘿嘿残废了，这是我的荣幸。 观众应该要看到更强悍的斗士，不能像上一个那么蹩脚。斗士们，把握这个光荣战死的机会，你们的名字会被刻在历史上。战斗开始。 一百克了，求加力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马尔格克，你想把我们关起来？你永远别想控制我们！卫兵，阻止他！ 再会啦，古罗马的朋友。
来呀、啊，瘦小的掠夺者！呵呵，过来。坐我有很多幸运星，想要吗？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火焰喷射器也没用，我们要被活活吃掉了！撤退，丢下武器，撤回船上。跟咕噜魔的朋友有很多生意做。我需要目标。所有生灵，起来吧，群杀！粉碎吧！太用力了！起来吧，起来吧，群山！粉碎吧，粉碎吧！山峰渡倒下，
什么人？大王，谁都不想见，走开！哦，他们会打人，那就打回去啊！城市沦陷了，我们得放弃王宫。天锤千秋万世，格利安帝国不会败给这些贱民。大门被攻破了，他们要来抢符石了。该结束了，玛格里斯，把他们从王座厅弄走。
袭我的权力王座。是邱嘉丽那个叛徒搞的鬼吗？跪下来对我效忠，我就让你们活着加入竞技场。你们会明白看看什么东西毁了你们。这些古老的符石给了我难以想象的力量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大王。